不能起身，我左边不能动，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，完蛋，我还这么年轻，不可能我会坐轮椅跟穿纸尿片一辈子吗？然后医生就跟我说，你只要做多一点，你就可以站起来了。我开始接受了物理治疗，两个月后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。最后我继续做，他提前治疗和手术的时候，一年多后我才完全康复。很多人觉得身体不是不是的事，一直也没有做到，做什么都是做什么的。我不喜欢要小提琴，手术过后我整一年不能拉。我一直做手的复健运动，现在我又慢慢可以拉小提琴。一些属于特别性的，是不是属于攻击狼油啊？